刚换上场的紫新娘齐涵。林淼要出手，哇，这个时候吴飞突然之间倒地了，剪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啊。全明星吴飞受伤爆冲突，徐茂俊惊慌求助，他是踩我的脚。因为刚刚那一下吴飞急停哦，在这个时候呢脚踝崴到了啊，看起来很沮丧。全明星三最新一集飞盘比赛，蓝队吴飞与红队徐茂俊卡位时不慎扭伤脚踝受伤，但膝盖地方很痛，脚踝放松，没事，吴飞放松，好，好，我们先集合，没关系，让他去 taping。各位，你们听我说，因为最后的一分十秒，我们现在是1-0。吴飞这一拐造成右脚踝外侧韧带撕裂伤、三角韧带扭伤，今后积积水，最后退赛出场。刚刚确实他是踩我的脚，没关系，你不用去想这个，这不是你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徐茂俊满脸惊恐下场，红队队员纷纷上前安抚。你还不习惯对镜子？我们都不需要，你要去管他们，就是要惹怒你，他们就是要。啊，这段发言让蓝队粉丝 keep up， 控制红队有失风度。But 也有人质疑，录影当天蓝队应该有人责怪徐茂俊还吴飞受伤。没事，走吧。先去休息，先去，状况都还好，先去日本，快点。事后吴飞也在 IG 上发文认了自己去踩别人的脚，表示真的有踩到徐茂俊。吴飞急停哦，在这个时候呢，脚踝崴到了。徐展元也在脸书发文还原当时吴飞受伤后在场边痛哭失声，还想继续比赛，并以王建民当年伤后复出的故事来为他打气。当受伤的第一个刹那，我还是想要完成比赛，是在那个走路的过程，我自己心里已经有一个答案，就是不可能再上场了。最后蓝队拿下飞盘铅球项目，红队则拿下跳远比赛，蓝队2-1获胜。恭喜到恭喜到林浩，这是你第二座耶 ，MVP 喽 ，MVP 喽，我超过6006，去，有成功。我今天拿到 MVP， 我自己给自己的心态就是，我想要为他去拼每一场比赛，谢谢我的队友。恭喜王品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可是后来。